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宗教基金部已于11月1440年来买断月是刚开始时和顺利的月份，一切赞颂传归安拉，用世界的主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不分昼夜，不与阴险的事实在物的人们将在他们的肉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空余也不忧愁。我见证万物废除未有安拉，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他在圣训中说，凡仆人们生活的每天早晨就有两位天仙降临人间，其中一个说，主啊，求您给世事时意不长；另一个说，主啊，求你给临死时意灾难。伊斯兰教是高尚价值观和美的宗教。伊斯兰教所鼓励的美的之一就是慷慨的品德，慷慨是容世之的味的品德之一，也是善事的特征之一。慷慨的品德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温情、亲爱之情和博爱。这种美的会早就有一个建立在团结基于和诚实的基础之上的结构紧密、基础坚固的社会，从而体现出穆圣所说的穆民在彼此有爱、关心和连续方面。比如以顺序一切不化，肉身为之不眠和发烧。慷慨是安拉的属性和有美的名称之一。安拉从不管批恩惠之门，也从不拒绝任何与情感的要求。他是慷慨日和赐予日。穆圣说，安拉是慷慨的，他喜欢慷慨和美的。在圣训中，安拉说，我的众仆人啊，我绝不羞愧，我已经禁止你们相互惭愧，故你们不要一个归一个。我的众仆人啊，你们都是迷雾的人，除我指引正道之外，故你们求我指引吧，我会引导你们的。我的众仆人啊，你们都是日恶的人，除我攻击事物之外，故你们求我攻击，我会攻击你们的。我的众仆人啊，你们都是赤身的人，除我赐给衣物之外，故你们赐我赐给衣物吧，我会赐给你们的。我的众仆人啊，你们昼夜在犯错误，我是饶恕所有作恶的主，故你们赐我饶恕吧，我会饶恕你们的。我的众仆人啊，假如你们的前人、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你们今天都站在
一块地，一块地面上，一直向我祈祷，我按每个人的要求，加以赏赐，这对我的包括将烧酒如一根针放在大海中，燃了一下一样。牧师说：“阿拉让我是充满恩惠的包括，肉也不稀，慷慨费用也不也欠损。自从阿拉创造天地以来。”你们知道安拉所费用的，这不安存，安拉恩惠包括的一点，古兰经向世人阐明，慷慨是用时日和用现日所具有的品德。正如安拉在伊布拉欣的故事里所说，关于伊布拉欣的受优待的宾客的故事，伊来临尼拉玛当时，你们进去见他，他们说祝你平安，祝你平安，他说祝你们平安，他想这些是深刻，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他的家属那里，拿了一头肥嫩的牛犊，他把那件牛犊送到客人面前，说：“你们怎么不吃呢？”因为如此，慷慨所以被称为爱布代发尼。安拉鼓励我们预备慷慨的品德，彼此慷慨相待，直到我们有资格获得他更多的恩惠和慷慨。安拉说：“你们中有恩惠和财富时，不可发誓说永不肉衣亲戚拼命以为入道而谦虚时，他们应当恕饶，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安拉舍友你们吗？安拉是日食的，是日赐的。”又说：“为入道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谷种，发出七穗，每穗结100克谷粒，按了加倍的报酬。他所予的人按了是宽大的，是全知的。安拉还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任意，任意是信安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舍弃亲戚，故而拼命欲克和乞丐。”又说：“他们为喜爱安拉而任其拼命，尽其拼命，故而富裕。我们认为爱戴安拉而为欲从我们的辱，我们认为爱戴安拉而任其你们。你们不忘你们的报酬和感谢，我们的确为于从我们的乳发出的养哭的日日，故安拉将为他们防御那日的灾难，并赏赐他们光华和快乐。
牧师说你当施舍，我算计，以免按了对你算计。来买单月是刚开施舍和断绝的月份，我们的圣人是世人中最慷慨的人，而他最慷慨的时候是在斋月。 Ibn Abbas 的传出，他说牧师是最慷慨的人，而他最慷慨的时候是斋月。见到吉布里尔天仙的时候，每天夜里吉布里尔天仙来见他，并与他演起古兰经。每每见到吉布里尔天仙时，安拉的使者施舍财物，比春风送管还慷慨。牧师鼓励我们随时随地施舍食物，正如他说：“人们啊，你们传播思念，你们施舍食物，你们接续骨肉，你们接续骨肉。别人喊说是你们礼拜，你们将平安地进入天堂。”牧师又鼓励时刻款待客人，正如他说：“凡信主、信后世者，应款待他的客人。”穆西尼阐明来买单月中的事实事物和款待客人比其他月份会次更的，正如穆生所说：“说一清一个分债日开债，他将得到分债是同样的回赐，而分债的人或非债的人的回赐丝毫不减。谁请一个分债是该债，无论是穷人、富人、亲人或是朋友等等，他将得到分债是同样的回赐，因为非债日这个词是繁殖的，是繁殖的。除此之外，施舍食物还有其他教法的目的。其他的教法目的就是以坐在家庭或朋友的餐桌旁帮的形式，在这个孝敬和继续进行的月份中，加强人们之间的友爱和友谊。以上信息文的含义就是：社会的团结日益为之，在这个月份中没有饥饿日、匮乏日或贫民。密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这个异样的月份，人们的在慷慨施舍和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方面，做出了最杰出的主的榜样，尤其是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以实现团结、合作和同情。穆圣曾赞扬阿沙瑞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正如穆圣所说，阿沙瑞亚人在做善事，如果干粮不多了，或者家里粮食不多时，他们就把他们所有食品全部集中在一块布上，然后他们用一个七名品的平均分配。他们是我的叫声，我是他们的语言。安纳斯的传说，他说：“
阿布塔尔哈曾经是麦地那的富士门中造愿财产最多的人，他最心爱的财产是被称作贝鲁哈的造园。造园原来就在圣寺的对面，安拉的设施厂区园中转转。喝一点园中的甘甜的水。安拉说，当你们绝不能活得正常，直到你们实施一些自己心爱的东西。这些经文被降下时，阿布塔尔哈站在安拉的使者面前说，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给你降赦了，你们绝不能活得正常，直到你们实施一些自己心爱的东西。这样的经文，我最爱的财产就是贝鲁哈造园，我已经为安拉而向他施舍，我希望在安拉那里得到正常的回赐，并作为我的依据。安拉的施舍，安拉的施舍啊，你就根据安拉的启示去处理他吧。安拉的使者说，太好了，这是一边万里的财富，这是一边万里的财富，你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我认为你将他分给你们的日期清楚。阿布多利哈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照办。于是阿布塔尔哈将造园分给了他的日期亲属及当兄弟们。阿布塔尔哈将造园分给了他的日期亲属及当兄弟们。圣门弟子人先恐惑的事实，这是为了响应阿拉和穆神的号召，也为了获得阿拉为慷慨施舍以及施舍日所准备的回报。我们拥有日荣美的，并远离小气与吝啬是非常必要的。穆神说，谁的父便便的睡觉了，而同时知道他邻居正在挨饿，谁就没信仰我？又说，艾丹的子孙啊，你施舍多余的财产，那对你更好，留下多余的财物会伤害你，留下够用的保守责备，首先考虑你善良的人的生活，上面的手比下面的手更好。又说，谁拥有胜于生气，当然给我生气的人，是拥有剩余食品当先给我食品的人。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转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我有安拉，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以其使者。各位穆斯林，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贵的慷慨
和事实也是。贵族的特征是无分无分享无分享无私分享。慷慨和事实的最高评级，保卫宗教、祖国、土地和尊严的军人，是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典、最典型的代表。正如牧师所说，为主道坚持奋斗一天比得到整个世界更好。又说，两种眼睛不受火欲的心法，因怕如二哭泣的眼睛为入道，让刚而饶业的眼睛。又说，仆人的两只脚在入道上沾伤了灰尘，或欲就不能解除它。所以为了保卫宗教、祖国、土地和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定获得天后两世的幸福和成功。正如牧师所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韧，当奋斗，当戒备，但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毫无疑问，赖麦当月是胜利和最大的解放。然而，发生的月份在赖麦当月，穆斯林在拜德山战役中大获全胜，在辨别真理和虚伪的拜德日一中，穆斯林朝师属而按了血衣援助了他们。正如按了所说，拜德日一，你们是无实力的，而按了血衣援助了你们，故你们应当敬畏按了，以便你们感谢当时。你对信士们说，你们的主向夏天使向前来援助你们还不够吗？不然，如果你们坚忍并且敬畏二敌人立刻来供你们，那么你们的主将是袭击的天使，我前来援助你们。按了日益热阴虚对你们报喜，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与援助只是从万能的日位的按了那里降下的。在赖麦当月中还发生了2018年的麦加解放。麦加解放穆神在谅解、同情、关注和认知方面做出了最基础的衡量。穆神对麦加伤害过他的人说，库莱什人啊，你们认为我会怎样处置你们呢？古来神透透林都对自己的罪行心知肚明，也知道穆神会原谅他们，因为穆神的使命就是认此中失职中世界。因为穆神使命就是认此中世界。你们回答说，你是尊贵的兄弟，尊贵兄弟的儿子。穆神说，你们都走吧，你们自由了。在赖麦当月中还发生了埃及人们在9月6日的战役中大获全胜。他们守护了自己土地和尊严。在这个战役中，
埃及士兵的号号就是安拉制的。他们因为奉斋、礼拜、诵读古兰经和祈祷而获得传承。由此，他们保卫了宗教、祖国、土地和尊严。这次战役对于任何妄图打击埃及的人都是一个切实的教训。在此，我们也缅怀那些我们的武装部队和埃及人民中为保卫宗教、祖国、土地和尊严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永远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埃及和阿拉伯和伊斯兰民族的安全法。武装部队人员正在向恐怖和邪恶的势力发动一场任意的战争。我们又增加了许多为保卫宗教、祖国、土地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当其他人热衷于定时生活时，他们却执着于为宗教而献身。他们为了保卫祖国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奋不顾身深深地去出战断那些破坏祖国安全和稳定的魔术。武装部队从来都是历史上和各时代中保卫民族的盾牌和宝剑，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内心的敬畏，求您净化我们的心灵。你是心灵最好的净化者和主宰者。